現在就是正早餐的時間了，是他這個黑糖波波卡變了，因為很少有yogurt是會有些黑糖珍珠在裡面，誰知其實它不是珍珠，是一些好像咀嚼艾爺果質地的非常之入口的yogurt。 打開是一粒粒，我以為是一片片。今天呢飲呢個茶是這個，其實買錯咗嘅，我本身就想飲 English Breakfast Tea 啦，但係我真係走快快買嘅時候冇睇到前面見到 Breakfast Tea 咁就拎咗，好濃嘅香味啊，香得滯啊，同埋咧飲完之後咧沖第二杯嚟飲，我係會飲到有好似黑胡椒嘅味，咁所以就唔係話。 Still happy, baby. Won't
with you, the future seems so bright. Won't you say